第一名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的综合维他命。真的。而且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吃维他命，因为现在基础营养的补充啊，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，包括饮食的习惯等等。那因为加上很多人现在餐餐都外食，对，然后加上这两年的一些生活状态，大家也知道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大家可以先从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综合维他命来入手，因为它是全球知名大品牌的综合维他命，而且它可以提供维生素与矿物质，帮助营养的补给，然后维持健康，可以提升你的保护力哦。而且它一天呢，它只要一定就好了，可以补充到22种人体无法自行制造的营养素，而且帮助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，然后提升你的活力。而且当然呢，它除了这一瓶之外，还有同系列的，还有旁边这两个，有看到吗？这边有一个女生的图案，这个就是女性的专属配方。然后这边有个蓝色男生的图案，就是男性的专属配方。那女性的专属配方呢，有比我刚刚说的这一瓶的维他命增量维生素 C， 所以这一瓶里面是有增量维生素 C 的，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，可以让你 Q 弹，然后有好气色。而且另外这一瓶呢，有没有看到就是男生的图案，就是男性的专属配方。那这一瓶里面呢，则是增加了维生素的 B1 还有锌的量在这里面，所以可以让你晚上可以活力满满，然后可以呢维持你的机能，而且可以让老婆呢天天都幸福哦。就是这一瓶男性的专属配方。我是这个品牌的超级超级老铁粉，有在 follow 我的人都知道，所以呢我都是吃这个。一样是女性的这个专属的配方，然后啊，它其实这个可以让我更好来入睡哦，因为其实啊，我个人觉得啊，好入睡很重要。然后像其实我在入睡的时候，在睡觉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说明天要吃什么，明天我女儿的功课到底写完了没，明天我老公到底把我的衣服跟内裤洗好了没，明天我的直播到底稿备好了没。好忙哦。其实在睡前，我相信现在每一个人就是在睡前都会一直在搞超环，对，搞超环，对，超环，对。所以就是我每天呢就是吃一样一颗，然后其实呢就可以让我就是好入睡之外呢，基本上呢我睡眠好之后，我老公再怎么样就是你知道高拐，我都会脾气很好，就是脾气变得还蛮好的。对，小梁哥，你要让你老婆多吃一点。而且像齐慧啊，刚刚讲了，她可以睡得好嘛，又好精神，对不对？就是她刚刚那一瓶，就是女性的专属配方，就是这一瓶。那这一瓶呢，跟刚刚我跟她讲的这一瓶有什么差别呢？这一瓶女性的专属配方里面呢，有增量钙，还有 B1。所以这两个呢，可以让我们比较好入睡之外，而且睡得好，气色就会好。所以你看齐慧的气色有没有？觉得她气色又很好，而且整个人跟她20年前出道的时候那个没什么两样，少女感还是依然存在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它里面的维生素 C 可以帮助胶原蛋白合成哦，所以让女生呢可以蓬蓬亮亮、水水的，而且是女性呢必须的营养补给品之一哦。对，像刚刚老师说的，像那些东西我以前都是分开来吃，但是呢，这个的话，只要一天一颗就可以补充所有的营养素。然后特别是呢，我女儿呢，她常常会叫我是 Elsa 妈妈。然后我因为我们幼女现在是幼儿，你在那边给我那个皱眉头干什么？没有想说怎么逼逼小孩讲这样的话？没有，是我女儿真，她觉得我很漂亮，然后包括她的同学都觉得我很漂亮，是，然后我就很开心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基本上就是我，特别是我跑外景，我外景呢，因为第一个要体力，对，然后第二个要这个好气色，我基本上呢站出去。可以，然后这个会不会有点不好意思讲，就是不输那些年轻的就是女明星们。当然，当然啦，我拜托。很棒，这个我有认证啊。她每次去出外景，真的哇，上山下海啦，跑来跑去，一尾活龙啊，真的很厉害。我40岁了。对，也呼吁一下外景单位，如果有庙口还有需要主持的话，也可以发发我。谢谢豆小丽，豆小苗靠一栏啊。其实我刚跟小杨哥也要跟大家讲，其实好的品牌就是呢，它会针对不同的年龄。给出不同的营养的需要的一些成分在里面，像刚刚提到的这一瓶，有没有看？我们接下来其实认颜色跟认它的这个图案就知道，这是男性的专属配方，它本身呢里面有添加的锌，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就是可以推荐给小梁哥，谢谢，可以好好的出外景，也可以好好的幸福美满，太棒了，很棒，没想到 Sam 老师还会管我的家务，
故事，真的很开心。为了你的幸福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不知道等一下可不可以坐 Sam 老师的便车，先回到台北最重要。